可恶的奥特一族把我打得只剩下一颗心脏，小金牛，我呸，迪亚波罗，一定要你们血债血偿，加倍奉还。哟呵，这不是小金牛的心脏吗？你是谁？我是你亲爸。我是欧豆豆，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。还好，区区人类对我构不成什么威胁。哦，你确定？来吧，特利迦奥特曼。我去，大哥别，我错了，这是我仅存的第二颗心脏了，求求你别让我复活。哼，你给我的好兄弟带来了这么多麻烦，你觉得我会饶了你吗？想得美。嘿嘿，兄弟们，这小金牛成功复活了，但也只能站着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。那些罐子里的能量给我留一点吧，我保证等我恢复了就再也不找你麻烦了。不行，万一这里面你藏着什么害人的东西，那我就麻烦了，我要全部清理掉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先开最后面的罐子，第三排太危险了，绝对不能开。我去，三只杯量，那如何？我可是精明的很啊，三只杯量我还是能溜得过来的。哇，摊边三叶草水草就不能给个好植物吗？嘴哥，我的妈，这开局也太寒酸了吧。那咱们看一下前排给的都是一些什么植物呀。冰车僵尸，哎，给了俩格力桥，哇，太好了，形势瞬间逆转。那兄弟们，有了格力桥就意味着咱们有了光的力量，那光的力量代表的一定是它，没错，特利迦的胜利火花棱镜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要让小金牛知道花儿为何这样红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了，这样就足够了，出来吧，特利迦闪耀永恒行。小金牛这次必须死。铁屋不是吧，今天运气这么差的吗？南瓜头还有黄色预警，那你有切尔西也不行啊。那这位更是重量级啊，睡莲，你还想让我活吗？反正我也无所谓了，兄弟们，今天没有欧气就没有吧。那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我的格力桥还活着，那我们就还有机会。来，再来一个火花棱镜，召唤一个特利迦奥特曼。诶，怎么是空中型的特利迦？难不成这一关有气球僵尸吗？哦，果不其然，兄弟们，那空中型的特利迦就是你们最好的克星。让我看看给的这些植物哈。我去，核弹，那来多少僵尸都没用了，直接炸。哦，终于来点能用的植物了。 OK， 咱们直接把剩下的僵尸全部搞定。行了，清理掉一些没有用的植物之后，就可以去打小金牛了。但是呢，就一个永恒闪耀特利迦可能不够，那咱们得多来几个。哼，这下就算是有十个心脏也没用了。卑鄙小人，卑鄙！看这雷古洛斯奥特曼和你师出同门，我打算直接给你来个痛快的。兄弟们，弹幕发送跳过，咱们直接让特利迦奥特曼一击终结他。你别过来，你不讲武德！嘿嘿嘿嘿，迪亚波罗，使我永恒杰拉提斯。那么好的，我是欧豆豆，喜欢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支持一波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